大家好，我是林栋。相信你们看到这个标题呢，你们知道我要做这种佼佼事情。毕竟没有记错的话，在我频道里面啊，有三个影片没有他们的影子啊，将就没有找我们拍，哪里可以不做一个大胆一点的呢？听讲 Yuki 呢出了一辆新车哦，喂塞，他这辆车哦，比他之前那辆还要更会照顾，更加细心，你懂吗？可是遇到我这种八那爷爷车会好过吗？以下我们看有空的时间呢，就拉我们去喝茶，反正喝茶的时候 Yuki 就会把那种电话皮包车总是一次过一咖喱放在桌子上面的，好像赌博塞浪这样子，我不把走摸拉的习惯啊。What the fuck？ 只要那叔叔一放出来给我逮到机会呢，啊，这个戏就开始了。我们这一 game 呢就是爽，车架了放在一个地方，不管跑到哪里去跑多远，都是坐 Yuki 的车。我在那边默默的等待，享受我的产品啊，期待一下等一下计划。Nice。呀，我还没有弄 Yuki， 我先弄我先聊。我坐那边等他，他结果我停在对面，喂塞，新车哦，等下你就够力。哇哇！我一上车看这个 OXG 小样衣服已经出啊！赶紧的，就是这个人啊！妈的，老衣服做抹地布、哦。我厕所这个抹脚布就有点黑哦，是说换个新的了啦。哎，嘿，啊，看刚刚好，我厕所接阿达斯掉，谢谢你们的 OXG， 真的 Thank you。哎，不错一下，我刚冲了凉，我抹脚啊，我脚一大，我脚就干到我的。不过现在。还剩好像不多件嘞，那时候我拿了，后面又在出了很多很多人，也是拿来当麻将布啊。这边又多两个、哦，这两个又要出货了。有一个我的嘞，我有个你的就讲了哟。哎，先拍么？先拍 vlog， 这样久没有找你们拍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每次跟你女朋友拍，就是不要跟我们拍了，后面就这样喽。有一次出了，他现在变情侣频道了，你看。我看啊，你懂的，要丑啊，要有女朋友变样啊，变完我们的。第二次哦，云吞面，第二云吞面，第三次面很锅、啊。对，然后小杨陪我去买下东西。啊？来，那边拿我点。买过啦。看下面。很你贵蓝哦，这么贵蓝找东西没有错的吧？做梦游戏啊！你有桶？明显你的天敌。等一下，帮我配合一下。看底下去这边吃东西还是来吃东西的时候啦 ，Yuki 他的东西都会放在桌子上面的啦。那你帮我一直跟他讲话，转一下世界，拿掉锁匙。出新车吗？怪蓝吗？保护车吗？直接把车架去另外一边。他在拍片哦，他在专心的时候，觉得很容易下手。哎，你看 Yuki 以前钱包好像放在桌子上面了。结果呢，就被买电脑了，买新电脑，没电脑。我觉得 Yuki 可怜的，每次东西给我偷。新车都不放过我，小心点。但我出车，我应该是要偷偷出。不来一定给他看。我还没有吃啊，这些是注重口感的。拿就一直在那边，他眼睛会摸到。鸡蛋糕，他好像还有拍摄还是哪里喝茶，我知道找机会啊。好来来来，哇，这个东西不错，吃一下真的。哦，记得去看 Yuki 的影片啊，一笔何解，真的好吃嘞。就这里可以的，这边。这个地方。哦，这边我要抓机会啊。来。来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在新山有浪过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栋经典的楼吧？应该。啊，摇头一定会来。哎，不可以讲摇头。不是那种摇头，是那种你听歌听得很嗨的时候，你会啊就这样子啊，你这样摇头了。啊、KTV 是唱歌的，给他讲到什么听歌的，不管搞什么场子的。Hello， 嗨。那边没有 Q 啊。哇，西安都很新鲜的。新哥，跟你讲，想要吃东西很挑一个人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小杨、林董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记得来，真的要来，真的要来。应该是我在按的。我烤面包应该也是很久的历史啊，我这个。但是应该是新。
下啦。抽烟？妈，这边不会抽香烟的，抽烟。哎，我前面发现他首饰被我拿掉了，所以要弄邮寄真的是不是讲很难的问题来的，懂吗？现在这里有要怎么拍？我不要扒这边，我给他扒远一点，而且没有做这种脚脚事情了嘞，有点紧张嘞，现在。哇，这个 plan 简单，哎，车要不见哦。新车就是好驾，新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我刚把气下面，这边有个位置，这边有个位置，反正不要走这样远啊！哎呀，我们走这样远，屌丝啊！就把这边了。确认好说我们的，不然这个车人家偷掉。啊，期待一下 UE 它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啦。哇，你的 cam 这个架子哪里买的哦？你要我买。走那边有卖没？几点了？5点。走。一眼了。哇，我才给他掉包，没有发现到。而且这种时候我们很老讲话，你看，他每次都是自己走自己的。他走路很快耶。哎呀，越来越紧张。紧张，我看反应了。不该不停的，你快把给咬哈！这两个，他不对，走，停在这边了呗。你看锁门嘛。你锁门，了吧？你锁门了。我这赶着拍一片不动，忘记锁门了。真的不是，你在什么车牌？啊！我好像你哦。我想笑。这要走掉。别走。拍片是吧？啥没拍拍表？你这种事看你们在你身上，啊，在你手上我这样拍。还要去抽烟呢？我抽烟吗？手饰在你身上吗？真的不要玩，我真的没有玩，手饰都在你手上。我新车，我还刚买一个月罢了。你没有锁门，你看真的没有锁门那位，讲真的。我没有锁门。你要去问看有没有人看到啊？是又没有人到这边。是没有锁门。这样快可能被偷走呗？很快哦，那些偷车贼走脚了快。我CCTV啊，太太。CCTV。可是看那边有没有电话可以打开。CCTV。他有没有电话号码？妈的，CCTV还敢偷车吗？不懂哎，做你每次不要锁门呢？我不懂有没有锁，有时候我下车要拍东西，很赶吗？哦，下面那北侧有一间店是可以包，有一个警察局啊，那边你要报案嘛？我觉得这样要报警啊，报警先啊，报警该拿 CCTV， 我觉得报警应该比较容易拿 CCTV。走，哎，这边附近还有警察，我觉得下面那边有一间要有的报了。接报。接啊，我操！怎么上警察局不在那边呢？这边也是有关的。车不在那边，他鸡巴，你干嘛开车啊？哎错，喂，啊干错啊，处理的哈。该是抽烟是不是？那是真的抽烟。鸡蛋糕约。哎呀，不是跟你讲过，什么都可以拍，别玩我的车。没有玩啊，没有把别绑下来嘛，好吗？然后被你的车不就是第一次讲你车不见。我还没公开我买新车，我明早就先公开在他的影片了，干！你连那个电话都不打的，打电话哎！别了，今天影片到这边了，感谢我的助手，感谢冷柠檬都拍开给我的，喂！